皇上，去把门打开。皇上，快点！李放，我不会跟你争宝藏，你先把天璧放。在我没有拿到宝藏之前，我是不会放人的。 站着一边去，等我拿到我那份，你们再去分吧。否则，我要皇天璧血溅五步。李放，他们怕你是怕你沾上黄天璧，我可不怕你。今天你是擦死也难飞了。鬼神，张寒风，你若不想你心爱的人死在你的面前，就叫他们乖乖听我的。鬼神，我求求你们不要再造杀戮了。你们要的金刀袈裟在这里，拿去吧。
觉得怎么样？你要振作一点，天兵。三凤，从我第一次见到你，我以为可以和你共度白首。可是苍天，好像是在跟我们作对一样，让我们处在敌对的地位，天平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我对不起你，更对不起灵儿。天平，三凤，你相信我，我是要救灵儿，我不是有意要伤她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 天兵，这是上天注定，我不会怪任何人。三凤，我求你，我求你最后一件事，你放过我爹。三凤，抱紧我。 进去看看，根本就没什么财宝，全都是空的。只为了这些空箱子，葬送了多少人的性命？
是你，是你，是你把宝藏拿走了。是你。小心点，胭脂。是你，你拿了宝藏，给我，给我。不，不，不是你拿的，是你，是给我，给我。空的，空的。空的，他疯了。小公主，你怎么睡着了？
三丰，我想我们的事也应该解决一下了。桂山，现在所有的事都已经结束了，我们之间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吗？忽然之间，我觉得好像失去了很多东西，自己也失去了存在感，心里是空的，脑里也是空的。桂山，你呢？鬼山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不说话？你认为一切都过去了吗？嗯。三丰，咱们从小情深意重，长大后各分东西。还记得小时候我告诉过你，我有一个抱负，就是等我长大后一定要成为武林中第一高手。所以我不怕难，不怕苦，咬紧牙关，耐心地等，在少林寺苦练功夫。没错，你现在已经是武林第一高手了，还有谁比得上你呢？不，还有一个人比我强，比我高，比我能。这人是谁？他总是能得到别人所得不到的，他要什么就会有什么，不论是武功或是女人的心。你说的这个人这么神奇，有机会我倒想见一见他。这个人就是你。难道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鬼山，我以为在这世上你是我最亲也是最了解我的人，但是听了你说的话，我觉得正好相反。了解也好，不了解也好，现在只有你我二人，我要弄清楚我是不是样样都不如你。桂山，从小我就把你还有小莲当作是我最亲最亲的人，但是到了现在只剩下我跟你。其实你从来没有不如我，而我也没有强过你。这世上有太多太多的事都是因为误解而造成的。其实你在我心目中无论做任何事都是第一的。那是你说的，可是你能了解我内心的感觉吗？却正好与你相反。难道你要我把我的心挖出来你才肯相信我？就算要挖你的心，也不是你自己动手。鬼神，好，既然你不懂我的意思，那就让他来告诉你吧。桂山，难道我们非要兵刃相向？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什么？
不为什么，我只想证明我到底哪里不如你。你要我的手，我可以给你；你要我的腿，我也可以给你；甚至我的生命，我也可以给你。我不需要你的同情，更不需要你的施舍。假如你还把我当做你的哥哥，你就成全我吧。动手！你终于动手了，你终于拔剑了，好，今天就让我们兄弟俩好好的比划一下。假如不跟他比划的话，今天这件事情会永无休止。你要是再让我的话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我二人共同的忌日。要是再让我的话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我二人共同的忌日。
三丰，三丰，你现在是天下第一了。三丰，只是这个代价太大了。鬼山哥，对不起你。三丰，让我替你把剑拔出来。不用了，你扶我起来吧。哦。鬼山哥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 三丰，鬼山，你现在是天下第一了。三丰，只是这个代价太大了。鬼山哥，对不起你。三丰，让我替你把剑拔出来。不用了，你扶我起来吧。鬼山哥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 鬼山，你怎么了？鬼山，天下第一，天下第一，鬼山。
么是情，什么是义。为一时之名利，或心中少许之不平，竟大动干戈，喜见我故，争得你死我活，两败俱伤，古今中外般般皆是。剧中人为贪得宝藏，不择手段，不顾生命，千里迢迢而得来的却是一场空。宝藏何去，是个谜。或许是前人设下的一面镜子，令那些贪婪的人们看清楚了自己。张三丰经历了一场恩怨情仇的争斗，目睹着一群为利忘情、为民舍命的人们，使他深深地悟出了人性的明暗。唯以大仁、大智、大悲之精神，方可化解世间永无休止的争斗。正所谓化干戈为玉帛，化戾气为祥和。后来他在山林地界的武当山修成正道，一代宗师流传民间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您现在看到的呢是中国大陆北方内蒙古的景色，这里风景呢非常的广阔。您现在所看到的呢是我们在这大草原所搭的一个蒙古包的实景，有许多的马匹，还有许多蒙古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合作演出。这里的气温呢，白天大概在摄氏30度以上，非常的干燥炎热，但是到了傍晚呢，急剧的下降，甚至在10度以下，变化非常的大。在这唯一的就是吃住的问题，当然不可能让我们住蒙古包，对不对？对的。但是在吃的方面呢，就是说他们这边盛产的都是些青椒了、茄子了。你想想，如果说这3个礼拜都让你吃同样的东西，你会有什么感觉呢？我们不敢说我们在这工作非常的辛苦，但是只希望您能够给我们多鼓励、批评和指教，谢谢。各位观众，我为你们介绍，这里就是湖北的武当山牌楼。你看，武当山。哎，小毛，哎，在干嘛？我在等车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待会车行就需要20公里，其他30公里还需要步行啊。哇，还要步行啊？你不知道啊？何止步行啊，那30公里通通都要爬楼梯的，就是啊，爬上去差不多要5个小时。那个叫什么金顶嘛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啊。我们这次要去那里拍嘛。对啊。是啊。那个金顶是什么地方啊？金顶就是张三丰他上去修炼的地方。这是我的家吗？对呀，啊，你真会，啊。就是因为你的家，所以我们必须步行啊，车行，所以我们就是辛苦一点，要把这个地方介绍给各位朋友，对不对？各位观众，为了要让你们饱受眼福，所以我们必须千里迢迢到武当山来拍摄，所以各位观众，你们拭目以待吧。来我家看看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您好，今天呢是9月几号？18号。我们在河南省嵩山少林寺，这个时候气温在这儿已经开始很冷了。那我身边坐了2个很可爱的小朋友。哎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叶静。叶静啊，你在这个戏里面演什么？演张金宝，又叫张三丰。张什么？又叫张三丰。讲清楚一点，我们听众听不清楚。你讲张三丰，你讲这什么话啊？张金宝。哎，又叫什么？张三丰，小时候的，哎，你来，我叫李宁，嗯，在这里边演杨鬼山。杨鬼山，这小时候是吧？啊，你知不知道你演长大的那个人，那个叔叔演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？何家静。何家静，你喜不喜欢他？喜欢。你呢？我不太清楚。你不太清楚啊？他叫张正环，啊，长大了以后啊，你们要跟他好好的，玩在一块玩，不然的话你们就不知道他们长大什么样了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现在拍这个景是什么景啊？少林寺。少林寺哪儿是少林寺啊？嵩山的。嵩山的。你们在这个到河南习不习惯呢？习惯，我来过一次。你来过一次了？你呢？我没来过。你没来过？你会不会？你这到少林寺，你们俩会不会打呀？我会一套。你呢？会。会几套？刀枪剑棍。
哦，你们今天早上刚拍那场戏是第一次见面是吧？嗯，好，我祝你们演得成功。现在我们正在北京的北影厂啊，拍摄一场戏。各位，今天的晚上的气温是零下8度，但是因为我们的演员所有的演员因为服装联系，统统没有办法加衣服，所以我昨天你是不是冻病了？ 38.3度啊，32.9度。怎么样？在这种气温之下工作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刺激是蛮刺激的，冷得过瘾，受不了的。这你呢，boss？啊，还好吧？我还好了，不过每次讲话的时候，那嘴巴都不听指挥了。你呢？我也差不多了。差不多。这个在这种气温之下工作，我相信虽然很辛苦啊，但是我希望，台湾的观众能看到这个片段，能够了解说。 拍摄一部戏剧所付出的是有多少？对，不管是身体的、精神的，所以在这4个月的时间里面，我们的演职员面对的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艰苦。那现在呢，让我们继续看看我们的工作人员，他们虽然穿的这么厚，因为在寒冬，可以说是现在的气温是冷风刺骨啊，现在每个人的脸上摸到都好像是冰块这样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们仍然是必须要工作。 所以我一个做制作人的非常的难过，我也非常的感激他们。希望在台湾的观众，您看到片段的时候，谅解我们在大陆工作的艰苦。谢谢各位。